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是圆形的器皿，那这圆形的器皿大概有多大？大概接近七公分。OK。再来呢，第二个准备的是石头，石头有分大的跟小的。再我们要准备适当的草丛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萨库拉。如果你想要树高一点，你就可以切高一点，适中就是大概中等，我们大概切2.5公分就可以了。好，准备浇水一罐。那我们来介绍，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萌猫系列。我们的萌猫系列呢，一共有6只，其实是7只，只是有1只跟1只是放在一起的。好，像这样子是 together 的。猫系列组合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组合它。首先，当一些些石头。有一只猫咪呢，它是躺着的，它是在最下面。好，那我们看，这是耳挂，我就把它挂在这个地方，它可以活动。然后再来呢，是我们的招手猫。招手猫的后面呢，是一只趴着的猫。如果它会一直掉头。可以用胶水把它固定，那现在这样子是还 OK， 就把它挂着。然后呢，这2只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3秒胶来为他们的小手手以及腹部做粘黏。在使用3秒胶的时候，要特别小心哦。